漂亮。这台机器打什么呢？打指数包装的。指数包装。成本多少钱一平方啊？3毛。3毛钱一平方。对。那这个打印效果不错，开起来，开起来我看一下。就按一下就可以开起来啊。对。不用制板的。不用制板。导入图片就可以了。是。好，可以。漂亮。